妈，你赶紧出现吧！给大家推荐一首比较好听又火的一首歌。这次我从 LA 回来之后，我也发现这首歌真的非常棒，就是韩庚唱的《My Logo International》。Go go！ 好了，就以这首韩庚的《My Logo》作为这次 LA 之行的结尾吧，期待韩庚能够越来越 international。MTV 天籁声，大家好，我是 VJ 安迪生飞。大家好，我是 VJ 奈叶张雨昕。好，那我们今天继续访问到 M4M， 他们今天呢也自己准备了一些私人的物件，对不对？来，队长准备的比较大，而且闪亮亮。我没看过。其他的人我都不知道你们藏在哪边。你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 MP3。哦，哎。大家现在不是都用 iPhone 或是 iPad 吗？是，这就是我等一下要讲的故事。好，好，然后他们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准备一些小东西，但不知道藏在哪边而已。我们先来看一下 Jimmy 的，来 ，Jimmy 准备的这是什么？好，这就是我妈妈送给我的一个吉他。一开始我要说要去韩国那个做歌手的时候，我家人是不太同意的。然后有一次我说想学一个吉他，想学吉他的话，他就没有说什么，就直接就寄了一个吉他过来。说那时候我觉得很感动，说啊，原来背后我爸爸妈妈是这么支持我的。哎呦，哎，来一段呗，对啊，好不好？好。L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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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dness,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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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dness, la la la.L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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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dness, sadness, sadness.再来看我们病的，好。这个我真的是要特别介绍一下，这是我刚去韩国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用了，公司跟我说，就是说你平时一定要准备一个，平时不管是听音乐还有你跳舞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随身的音乐播放器，然后那个时候我经纪人姐姐就带我去买了一这个 MP3 播放器。OK， 那时候因为需要常常去听一些不一样的音乐，都是用它了嘛，对不对？包括我们专辑里面的五首歌的 demo 也在这里面。真的假的？我也是，那你应该很想要感谢他咯。是，有什么话想要对他说吗？谢谢你这四年以来对我的陪伴。来分析，我呢就是一条毛巾，就是我在家就是拿我自己用过的毛巾过来，因为我睡觉的那个毛巾太旧了，因为怕拿出来就是不太好，怕吓到人，然后味道有味道，对，就是因为我在台湾就是。睡觉的时候都会自己搓这个毛，捏这个毛巾。怎么捏？怎么捏啊？就是这样捏。来，我来帮你拿话筒示范。你们大家都知道他怎么捏毛巾是吗？大家都跟他睡过是吗？
跟他睡过，略有耳闻了，应该说是。我现在和那个女生现在是一间房间，然后我是亲眼见过他怎么搓毛巾。那他那时候他搓的时候是眼睛是闭的，还是眼睛是张开的看电视？有味道吗？那个毛巾？是什么味道？我可以闻吗？会有自己的味道吗？对吧？对，好，就这样，就是这边一拿开，这边会有一个脚，然后脚这边开始就在这边一直这样，然后你帮他拿一下麦克风，一直这样，一直这样。然后那是你已经闭上眼睛了吗？对，那时候就这样一直这样，然后你才能睡觉是吧？哎，我好想睡觉了，来。那我的话，我觉得挑样东西就在韩国比较有意义的东西，然后手机。哎，不是啦，没那么简单。这不是三星的，是一只兔子，在自己住的地方，然后就觉得自己一个人挺孤独嘛，因为他们三个人一起住，我是后来才一个人住的嘛。对。然后就买了一只兔子这样子，然后跟他一起待了三个月，就很有感情。但现在他还在韩国，因为比较难弄回来。这四位大男生到底他们在私底下他们的感情怎么样呢？今天我们有一些小小的测试要测试一下他们。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题板，这边有一个你们的一个顺序哈。 Jimmy 是第一，这个宇胜是第二，分顺第二，然后Bing是第三，然后 Alan 是第四。你们来看一下这个顺序，这个顺序代表的是什么顺序，什么主题下面的顺序呢？譬如讲说身高最高，哎 ，Jimmy 是第一，然后宇胜是第二，或者是体重最重，据我的所了解，应该都不是这个排名。好，那是什么排名？那什么呢？你们猜一下吧。还是说那个智商的程度？那我相信我一定不会是第三名哦，各位，我绝对不会是第四名，这绝对是不对的。那是什么程度呢？受欢迎的程度吗？如果受欢迎的话。应该都是差不多了吧，因为我们是一个团体嘛。你猜猜看，还是说，收集内裤的多广？收集，有可能是来韩国的时间。来韩国的时间，来韩国就听 Jimmy 吗 ？Jimmy 哥是先来韩国的，那训练时间的。那Benson跟那个冰，然后我是第二个来的，冰冰是第三个来的。那这蛮有道理的。哎，对哦，对哦，对吧？对哦。没有想到智商最高的是你哦，没有，但是不是这个，不是，稍微给点提示吧，稍微给点提示，啊，就是你们私底下的个性，对，个性，对，像譬如讲说谁最爱迟到，猜不出来，最不会撒娇的程度，哦。等一下，等一下，不，这个排名就如果换几个位置的话，就完全正确了。对吧？我们应该把第四名移到这边去，然后再把第二名移到这边来，那就完全是 OK 的了。哎，所以最会撒娇的是宇胜，不是哦，我们觉得应该是。那谁最不会撒娇？就吉米哥吧，应该是吉米哥吧，应该是吉米哥。你最不会撒娇，真的吗？那另外 Alan 跟 Bing 呢？你不是比我会撒娇吗？我不会，那应该是冰冰更加会一点吧。我很想看他们的撒娇。我承认我是第三了，但是我绝对不会是第四，对。哦。这样子好了，我们来看一下Benson怎么撒娇。对，我猜应该是这种的。好，李威，你看迟到的时间，
我跟你说，我们这个团队不用四个人，三个人就好了。三个人是吗？哎呀，对不对？怎么会有人迟到？谢谢哥哥，我到了。你知道你迟到多久了吗？没有，刚刚去厕所。厕所干嘛？你拉肚子拉那么久啊？你是泻药啊？对不起，我下次不会了。啊？我觉得要惩罚耶。安迪，我觉得这样你要惩罚。对不起。真的要惩罚？我觉得这样不行。你觉得行吗？对不起。你去跟他不要生气，你跟他讲。对不起。你干嘛一再摇来摇去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好好算了，他在哭了。他哭了。你真的在哭哦。你算了，可以可以。好，回去了回去。可以可以可以。耶，你照顾就好，你照顾就好。你是在投入在戏剧当中吗？还是对，还是你平常就会这样子？不是，这投入应该投入算演戏吧？他以前撒娇都是这样子撒的吗？对，哦，现在不是，不会再撒娇了。一样撒娇？哦，没有，我跟我妈妈就不一样的撒娇。来，哪一种？你看一下。儿子，例如金玫瑰当我妈妈好了。好，可以。班长，妈，我要那个。不买不买，帮我买一下。不买不买，妈妈，这个是侮辱，这样子这不叫撒娇。我们这是一个大男生，到底他们私底下默契又怎么样呢？首先，我们先来用自己的手指来比啊哈。我出一个问题，你们手指来比，谁最会怎么样？最会迟到的是谁？一二三。好，来，谁的话最多？一二三。谁的脾气最暴躁？一二三。谁呢？最慢半拍？一二三。谁最喜欢耍帅？一二三。好，欢迎回来 MTV 天下春，我是 VJ Andy 陈德飞。大家好，我是 VJ 艾丽亚张雨熙。对，我们今天节目里面再一次欢迎 M4M。 大家好，我们是 M4M。 好，来，我们 M4M 今天来到 MTV 天下春，还开心吗？很开心，很开心，很开心。好，那今天呢也准备了一个海报要送给大家，对不对？对，在海报上面也都是我们 M4M 他们各个帅气的一些这个照片还有表情哦。他们最新的这张专mini album 叫做 Sadness， 大家都有透过我们 MTV 音乐电视频道看到这支 MV。最后有什么话想要对所有的朋友们说的吗？首先就谢谢大家支持我们 M4M， 我们会继续努力的，就这样吧。好，我们今天呢最后也要送出来我们的 M4M 他们的签名海报给观众朋友。所以问题是 M4M 他们最新的这个 mini album 的名称叫做什么？叫做什么？赶快来上到我们的网站 www.mtvchannel.com， 或来到 MTV 官方微博或是 MTV 官方微信。好了，再一次谢谢 M4M。谢谢老师，你们成绩非常非常好，谢谢，谢谢老师，再来玩好不好？谢谢，好了，这一次谢谢 M4M MTV 天籁春，我们下次见，拜拜。明天的 MTV 天籁春将为你带来音乐 GPS， 美国乐团 303 奉上他们的全新歌曲 Back to Life。MV 当中两人尽显搞怪本色，反转剧情让你大跌眼镜。天籁新主打，明天我们将带你走进加拿大的朋克乐团 Simple Plan。来福特区 MTV 天籁春将带你走进 Milly Furtado， 让他的演唱会叫醒你的耳朵。更多精彩节目就在明天的 MTV 天籁春。